机电力这个特别不知道嘛，表熟点吧。我打把车拿吃这活，你吃这活你要熟，车车都是多多，一百姓子寿才一平四十的，天也长。嗯。这个机电，电十电这个不吃，十电就回个头五电板。嗯，要熟。五电板看看，那么回个早是个，早是电下车，早是个流电来着。然后一，然后你爹爸爸去电流打回去了，尿死了。嗯，天气热的。是啊，天气。走的把电拿起来。拜拜，天天。过两天就来，再来回来找你，好不好？啊、哦，好不好？好，姑姑过两天回来再跟甜甜玩，好不好？哦，行了，拜拜了，走呀，妹，拜拜。嗯。我不管了，我的媳妇就要给我拿水去。我拿水弄着，那做啥吃？吃不了。这不是有大姐呀，二姐也穿穿。哦，哎，这好看呢。这个好看。穿穿有羞耻。就是贴两块，你看脱缝了一下，锁件有两缝。刚擦盐，那个杆是热，我到你那儿放。嗯，给我热那儿吧。突然间混了，有点不适应。有啥不适应的？你好像不是一杆儿夹，是不适应。不是，不是那种不适应，可能在家待惯了吧。嗯。多少有点不适应了，咋办呀？多待上两天，你要雨露就在。适应两天就走了。好、哦。黄瓜。嗯。那只有多，你不是拿三个？那是吃黄瓜，一人一个。我不吃。姐姐那废话。这是你给的晚餐。你天天给我安排蔬菜。哦，好的，都是。哎，心情也没有，喝上一杯水吧。随便点。对。几天没回来的，有的连呀，不适应了。我在这个家待过，住过几天嘛，就是。最热的水，哎。